今天来捡板栗了，我爸和小鱼爸七点多就来了，我刚送完小鱼也过来捡一会儿，他俩就在这个山上，我现在上去。这树上的板栗窝子，也就是这个刺球，已经开始陆续的炸开了，炸开以后板栗就会掉在地上。这块还没剪了，我爸他们是从上往下剪。我这还没到山顶就开始下雨了。这个是接雨水的池子，这里还有点雨水了。我已经看到他们捡的板栗了，他们应该还在山顶上。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村八队和九队，风景很美，等下了霜满眼都是红色和黄色。你咋一来就下雨啊？山下没下呀，我一上来就下了。嗯，我爸在这捡。大学了啊，苦了。坚持送。背包多省劲儿啊，用筐还得拎着，勒的脖子疼。刚才试了，这也行，行挺好。嗯，也行。多吗？演示一下怎么剪啊？哎呀，我会。多吗？不多，不多。爸前两天剪了一次。嗯。看这种没出来的，用剪子这样，哎，一捏就出来了。这种出来的，就拿手一剪。哦。学会了吗？会了。那就开不了，没开口，能要吗？那个拿回家，晒晒呀。爸，来吃点东西啊，歇会儿。哦，带水了吗？带了，还带羊奶了。哦，好。爸，我看那下边有一袋子板栗，你俩这也没少捡啊。人家有两袋子。哦，那我看到一袋。有没有？好，有。咱们这个妇女，就是怪得一天不睡觉。哎呀，要是我的话，能捡100斤。你要是捡大的，不错了，这几天真大品种的。嗯，大的沉啊。就这种，哎，就是。这个大。对。我妈今天早上现挤的羊奶。爸，你昨天去卖那点板栗多少钱一斤？2块8一斤。2块8啊。今年这地方结的也细，价格也便宜。嗯，便宜得捡。啊，也得捡，也不能把它掉了。嗯。把这些板栗都装到一块儿，然后用大口袋拽下山。下面还有两个袋子。嗯，一会儿去哪？回家把有虫眼的地方再挑出来。下山，那边还有一袋板栗，我爸去扛过来。行吗？行，捡了快三袋儿，回家卖板栗。我们在家把有虫眼的挑出去，人家不收。带虫眼的不要，就这种的都不要。我
妈也过来了，拿的啥呀？味道。嗯。剪刀。剪了块散袋。这些带虫眼的就留着做米饭吃，还没挑完呢，就剪出一大盆了。去我家隔壁卖板栗。这个多钱？两块吧，和昨天一样。先过一下秤。202.8。在家挑了一些。无论是今年的地方欠揍，我往年咋的时候都2万多斤，去昨晚15000最多了。嗯。168，今天卖了568，半天的时间卖了500多块钱，挺好。行，挺有钱。嗯。看看小鱼在这儿看着电视睡着了。今天玩的时候手还受伤了。